彩演唱。韩一，就我就觉得他这风格呀，就挺适合你那边的。是的，所以我一直在观察他。我有很重要的问题想问一下，值班经理在你过去的岗位中是个什么级别？比普通销售高一级。你在过去的工作中业绩排第二，对吗？对。但是在销售里面一直没有升过你。对。然后门店有没有说也适不适合管理工作，也没有给管理机会？因为我们家一共就八个人，然后我看七年年头是最短的。有没有其他的店挖过你？说实话，如果说我想去别的珠宝店很容易，但是我没有动过这个想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不太是我想要的，我去那儿还不如在这儿待着。这七年你刚去上班的时候收入是多少钱？刚去的时候业绩不太好，4000块钱左右。那现在大概收入多少钱？现在的话，你要是一年平均下来，怎么都得是8000。每个月吗？但是，对，你知道吗，顾问，就是我们理解的销售在七年当中的专业性的薪资没有你浮动这么小。所以我非常好奇，为什么他在长春？我多了解，就是你们当地像你们这种高级别的销售，综合薪资在7000-8000是正常数是吗？基本上在长春来讲，销售类的挣10000多，那都算挣的很多的了。我想问几个简单问题啊。第一，过去这七年里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别的城市做珠宝行业？没太认真想过。为什么？性格原因吧。所以你是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人是吗？对。你有没有做线上的销售？我是有投资相关项目的。你们即使在长春，你即使是做门店也一样完全可以在线上销售的，尤其是裸钻，对吧？那你有做相关的事情吗？在朋友圈里，然后的话老顾客回购之类的，换款什么之类的，这个是我们正常日常工作都做。所以这部分销售占你日常销售大概有多少呢？占60%-70%。那即使这样，你一个月下来拿提成的话才8000左右，七年确实有点太少了。说实话，务本，结合刚才那个磊哥和韩一总的问题哈，我觉得有个不得不跟你说一下你的问题，就你确实是特别安于现状，缺乏进取心。我觉得不是没有进取心，只是说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啊，或者说我相对来说比较慢热，短短可能几分钟或者一小时两个小时的话，我可能不能说很好的表现自己或者展现自己，然后而且可能有地域差，每个城市它的这个客户也不一样。我要为他说几句话。他在长春，他的那个薪资和他所做的事情是成正比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而且他从 BA 做到领班，在他的领域当中，证明他在这个店铺当中也确实还是表现优异和不错的。因为如果他再往上的发展，其实就是他要有专业属性，他能够做到公司的管理层，是他有专业的内容能给别人培训了。但现在他显然做不到。可是大家不要现在就给嘉宾乱扣帽子，说哎呀，我觉得你没进取心啊，我觉得你没有能力。不是的，是因为你们根本不了解人家的行业。务本，你未来想做线下销售还是线上销售？线下。这是你觉得你的个性比较适合，技能比较擅长。对。你接下来三年的销售目标自己有吗？没有。也就是说你现在不管在任何行业，你没有一个既定的目标。我公司给你什么你卖什么，给你什么你干什么，你只做到听话照做，做得好，对吗？也不是，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想法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是先发制人的那种。我现在是承认你是个好的销售，我的感觉就是怕你不进取，就怕你增长比较慢。我增长的确实慢，但是不代表增长以后的效果比别人差。它是这样子啊，一个企业有可能增长是年化20%-30%-40%-50%，有些企业增长出5%。当你的增长速度跟企业不能匹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考虑可能你只能干基层。哎，务本，我们在长春有店，斯凯勒是做户外的，如果说管理店铺和拓展这个商场这种工作你愿意做吗？我不太喜欢。我想真的真心的说两句啊，我待会儿真的不能给你留岗，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这岗，但是我可以帮助到你。为什么我可以帮助到你？因为奢侈品鉴定它本身是我大学学的专业当中的一个 branch， 我有很多的同学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。我真的觉得务本到现在为止它所表现出来的特质，它不适合去各位老板当中做一个销售。明明大家能看到它不会有那么快速的倍速的增长率的，但是如果你把你七年的经验都放弃掉，我觉得真的很可惜。而且你具有高端客户，在钻石这个领域的相对专业，我觉得务本现在不是你在转型的时候，而是你找到一个更大的平台，但不要离开你的专业。所以我愿意帮助你，我可以用我的人脉和资源，我相信让你在北京进入到一个更高端的领域当中。